病毒流行，别出去，好好在家打 Switch。这里烧饼塞塞，欢迎来到梦特坑位与食用怪坑位分享第五期。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日照特性的九尾，不服输特性的阵列兵，达摩形态的达摩狒狒，坚毅特性的铝钢龙。最近经常有人问我这几个怪在哪抓，所以我就优先做了这期视频。首先是梦特性九尾日照，出场自带擎天，这怪速度种族值100，和喷火龙一样快。能在擎天队中帮忙开擎天，但在擎天队的出场率不如煤炭龟，毕竟煤炭龟慢速可以抢天气。坑位走法，从全关室出发右拐。哎，我靠！喂，我靠！这个坑紫柱可以出梦特九尾。要注意，剑版九尾多，风速狗少；盾版风速狗多，九尾少。这一点在旷野坑位分布中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坑是剑版和盾版都能紫柱出梦特九尾的，所以大家统一都到这个位置刷就可以，避免混淆。第二只列阵兵，梦特性不服输，能力等级被对手降低时，每降低一级，攻击力就会上升两级。这个精灵有一个专属技能叫背水一战，提高自己的所有能力，但无法替换或者逃走，想想都觉得刺激。国外大神 Wolfy 很早就用过列阵兵的构筑队伍。坑位走法，从激情室出发左拐，走一直往前走，来到梅纳斯湖北岸拐角处右手边的这个坑，还有前方悬崖边上的这个坑，红柱可以概率刷出梦特列阵兵。第三只达摩狒狒剑版限定，这一怪有两个特性，普特一心一意，还有梦特达摩模式。在天梯中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用的第一种一心一意，配合讲究围巾超高速暴力输出，天梯毒瘤固定搭配。但最近也有人问到梦特达摩狒狒怎么搞，达摩模式半血后自动转化为达摩形态，属性变为冰加火，种族值的物攻和速度从原来的140和95直接暴涨到160和135，这已经不是暴力两个字能形容的水平，基本就是见谁秒谁。这个特性怎么玩呢？可以搭配替身加复古还有气势披带这种道具，剩下的你们就自己想吧，感觉挺好玩的。后来我看了看包里，我就只有一个替身技能级，应该是之前一周目录上不知道哪里捡的。去网上查哪里有替身，都说旷野地区商人处可以刷新，我去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有知道替身这个技能确切获得方法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梦特达摩狒狒坑位走法，从全关丘陵出发左拐，然后右拐来到沙尘洼地，从右下方的这个下坡走下去，前面这个坑紫柱可以出梦特达摩狒狒，或者在旁边这个大石头下面这个坑红柱可以出梦特达摩狒狒。注意啊，第一个是紫柱，第二个是红柱。感谢水友画蓝梦帮我刷到这个狒狒，因为这是剑版限定。第四只铝钢龙，梦特性坚毅，能无视具有吸引对手招式效果或特性或招式的影响，可以无视爱管事或者波克飞机使用的看我妈技能，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太强了这个特性。而且铝钢龙这个怪本身就强，加上这个特性简直变态，一直是天梯热门精灵。为什么不去抓超级巨铝钢龙呢？因为超级巨铝钢龙的特殊技能超级巨烈化衰变附带效果是降低对手的 PP 值，还不如普通的极巨龙骑降攻击，所以现在推荐直接去抓普通的梦特铝钢龙。坑位走法，第一个从旷野地区的寄养物位置出发，右拐后的第一个坑紫柱可以刷出梦特铝钢龙，同时这个坑也是超级巨大王铜像的坑，所以你们可以一边刷超级巨大王铜像一边刷梦特铝钢龙。第二个坑位的位置，沙尘洼地左上角湖水边被树枝包围的坑，同样是紫柱可以出梦特铝钢龙。感谢水友画蓝梦，再不动许多愁，银魂之风帮忙录制视频素材。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还是那句话，病毒流行别出去，好好在家打 Switch。这里骚饼塞塞，我们下期再见。